那不是随随便便吗？打野给你们看看，没有意义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没那空，还得整号。还有个哥们说：“呀，那人家宗师带你干啥呀？人自己就可以上。我跟人双排不是为了能那个人多厉害，我是为了减少一个傻子，你明白吧？这个游戏之中有80%的概率碰上四个傻子，如果你……”找了一个人双排，那么就会减少20%的概率。可以，下波应该能死，死了。传送吧，正好回家，没事，挺好。拜拜，拜拜，溜了。鳄鱼很难受啊，鳄鱼，咋都是这鳄鱼呢？鳄鱼这英雄其实挺废的，我跟你们，我估摸着鳄鱼可能要被削了，赶紧削吧这鳄鱼。要打那线上太烦人，虽然这玩意儿那打团没啥用。鳄鱼去中了，好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们说我说话的声音难听吗？难听，那难听，你为啥要听呢？这就矛盾嘛，这不是。哎呀，塔下干一波，让他打我们。来，对。没想到吧，小伙子，没想到吧。难听，你为啥要问呢？我不知道难听。我要知道难听，我不就不问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人挺多呀，这。你说这人是挺多呀，这。
这点盐犯规了啊！这点盐，哎，怎么有点盐呢？这个顶犯规啊！我先勾引他一波呢。勾引他进波塔，我一看这小子就想杀我。小伙子，你可不讲武德。晕就更死了，这蓝波还下个大，白下了，勾一下，喂，哎，喂，哎，好嘞，哎，我吓得，哼呀，不知道啊，嗯，我问超管那个房间 VIP。他说那个是永久只能给一个，那这不坏了吗？这坏了呀，我去点燃一下这个蓝枪啊，稍等，就你给个人头吧，这俩咋骂起来了呢？那中野怎么的了？中野决裂了，这鳄鱼看来是不出来了，我们打个蓝吧。真猥琐呀，老鳄鱼。打完蓝我们上路收兵，收完兵我们打个峡谷，打完峡谷把他塔皮吃了，塔皮吃完我们去下路，去完下路我们无敌， OK， 拿下了这把。你可以不跟我打，但是我有方法可以让你没法玩。你不要以为一直在塔下他就能赢得了这个游戏，他赢不了。一个高手是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，劣势你就一直给我劣下去。我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拿，谁 killing Subaru 了？谁敢 killing Subaru？哎呦啊，这么猛吗？这小猫咪
当然要想杀这个寄生虫，我们就得先把对面的这个 ADC 给他杀了。算了，回家了，不拆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波下路其实是可以去的，不过我会损失一波兵，所以还是去上路吧。如果这波去下路，我估计走这回再去下啊，收完再去。中路吃塔皮呀，也可以。我们现在就是干啥都行，其实。这相当于杀一个人了，这。哎呀，这下路几个人啊？要一圈吧。我希望他们几个能过来找我。这咋没人呢？来人啊！这怎么没人过来找我呀？没意思。打个红去，小龙也不要，你这也不打团，也不知道干嘛。来了鳄鱼，交闪来。直接直勾勾的走到他的野区，告诉他这片野区我承包了。下来呀，你还要下来呀，你下来一个我看看来，你还敢搁这里头待着，兄弟，我是实在是没想到啊。就这么两个玩呢，要杀我啊？我听说你好像是刀曼内定了，还刀曼内定，把蓝给我打了。我应该留留他，他没有闪现的英雄，怎么跑他也跑不了。我应该在这玩玩他，还刀曼内定了。我看我队友来了，我怕他们给我人头给我抢了。3700-3600够钱，回家了。
河没了。真就是给你点面子了，小伙子，真的，真就是给面子了，我发现了。今天不杀你真的是有点受不了，太狂妄了，敢抠我。你看下一波的啊，这波先放过你小伙子。哎呀，没人啊，这上路没人，可拆没了啊。这可是挺装啊，咱也不知道在这装什么，你说这就给这放这了。你以后你还跟着蓝枪吗？我问问你，还跟不跟？这边点烟没套，我以为死了呢，打不动。你说谁打不动谁？我打不动他呀，这怎么可能打不动他呢？我911的猴不可能打不动这个蓝枪。回家了，再来个小吸血吧。下路收一波，你看他俩骂归骂，但他俩不挂机，也不是说是不配合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很好，你可以骂，但是你不能挂机。你要想骂，你就可以骂一骂，没有关系。这就很好，对呀，这就很好啊！你骂你那随便骂嘛，谁还不让你骂了？真是的，那你生气了你就骂去呗。骂没事，不能挂机，不要送人头，不要不好好玩，不要把情绪带在你的操作上面。分女回家了，他们家这人咋都没了呢？这没人守我可拆了啊！来波一打五不行，真幼啊！这有这么幼吗？这虚弱是挺烦人的啊。没得虚弱就好了，是给我点烟了吧？我这没吸上来呀，这血呀。给我点烟了。
给我虚弱加点盐，下波就好了，下波就没有虚弱了。这个虚弱的技能有点太恶心了，好几秒，三秒钟减少我40%的伤害。来，可以干。怎么还出来打架来了呢？上一波让你们跑了，啊，有虚弱。这一波我看你们怎么跑，尤其是这蓝墙，我看你有多少护甲，我都不用重伤，用不着杀，杀他不用重伤。怎么不打大龙去呢？这手上塔了呗，这个挺装啊，小黄毛啊，还有这小猫，先把这小猫给我杀了。烦人呢，这小黄猫。不行，这不能拆，先把这盲星杀了，还有这蓝枪。不要当分奴，枪毙他，枪毙他，兄弟们跟我来。大鳄鱼呀，分女儿怎么死了？